骗谁的，骗鬼的，上我这儿来绝对是不骗人的。过来看一看了啊，数字游戏，谁能用三给我画出个小动物来，我就奖励他5000元啊。过来瞧，过来看了啊，新版游戏上线了啊，都来玩挣大钱了啊。小门儿，过来耍个游戏啊！哎呀，耍什么游戏？耍游戏不耍？不耍你咋在这里给我浪费个段干什么？哎呀，光公园嘛，光累了，来歇歇。弄了一毛子的土，你和我闹呢？赶快的，拿凉快拿走吧。哎呀，不是，没赶客的不是啊？你说说你这个游戏怎么玩的？啊，你啥玩儿？我就和你说说。嗯，你只要用伞给我画出个小动物来，我就奖励你5000块钱，怎么样？5000块钱啊，行吧。哎呦，好事了哈。对对，哎，可以可以。那玩啥吧？怎么个玩法？你给我100块钱的参与费，你就可以玩了。100块钱，行吧，不多吧。好事好事好事。来，打上，别在这来。嗯，不玩不玩。不玩，你在这和我磨叽死吗？走，快快走，快快走。啊，你别着急嘛，哎呀，反正我也歇得差不多了，我给你养仓哈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气大伤神，我走了啊。你，哎呀，死美人你！玩游戏了啊，玩游戏啦，走一走，看一看了啊。别爱我，没结果，除非花生咬过我。哎哎。哎，耍游戏，别爱我，没结果。玩游戏，别爱我，没结果。别爱我，没结果。别爱我。呀，小朋友。奶奶，我想耍游戏，我可不可以坐下？哎，行，来来来，给一个蛋。哎，奶奶，你在这耍什么游戏啊？你看哈，你只要用数字3，给我画出一个小动物来。奶奶就奖励你5000块钱。奖励我5000？哎，那我星期一我要买个安琪拉的皮肤，星期二我要抽玛莎拉蒂，星期三，哎，奶奶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这个钱啊？只要你用这个伞给我画出个小动物来，奶奶立马给你。就这么简单？哎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奶奶你可得说话算话。哎呀，奶奶不会骗你的。那我开始画了。你等，我跟你说，小朋友，在画之前，你先得给奶奶个参与费。参与费啊？啊，就是那么你去摸娃娃机抓娃娃，你不是还得买个硬币吗？这个你就得给我个参与费。可是我没拿1块钱。哎呀，这个1块钱你能行？奶奶得给你5000，你给奶奶100就行了。啊，那。太贵了吧，100块钱都是我。100块钱换5000，宝贝儿啊。嗯，行吧，俺爹刚给我的1个星期的零花钱。嗯，那我那刷一次奶，你不能骗我啊。哎呀，不会不会，哪能呀。哎，1个伞，画个小动物。哎，哎，哎，好了。哎呀，你这画啥什么？这是啊。你给奶奶说说，你这个山在哪儿啊？这是我哪么看不懂呢？这是奶奶，你别着急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你看，看见没有？这不就是个伞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有小水草，这是小乌龟，哎呀，还有小脚嘞。下面是鹅卵石，它躺在鹅卵石上慢慢的。行了，哎呀，奶奶看明白了。
呀，你这个宝贝儿啊，奶奶问问你，你爸爸和妈妈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俺妈妈是民宿老师，俺爸是管这个公园的。啊，哎，奶奶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看，你答对了，奶奶这就给你钱哈。哦，不着急，俺爸过会儿说他过来接我，你过会儿给我也行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奶奶现在就给你。你拿水晶了没有啊？来，啊、奶奶给你水晶在这儿。奶奶，我没有手机，我去找俺爸要去吧。啊，没有手机啊？啊。行，你去去吧，奶奶在这儿等着你。啊，奶奶你可真是好人，那你等着我哈。哎，行行行，去吧去吧。哎呀，我也赶快收拾收拾摊儿走道吧。说这里的孩子简直是太有才了。哎呀，下次不该在这儿了，挪个地方。